还好吧。先坐着休息一下。八十岁。你本来就有在听五月天的歌了吗？对啦，喜欢他的歌了，25年了。25年了。2年前没有听成呐，我年纪有了，大概是最后一次了。不会啦，不要这样说，能帮上你是我们的荣幸。这里是摇滚区六号秀。如果我骑机车在的话，可以最近可以到哪个区？就这里而已。有轮椅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今日加快机场速度。不会不会，不要，不会不会。这次出门，竟被一团黑色的小毛球给拦住。定睛一看，嘿。居然是只楚楚可怜的小猫，不远处还有另一只小猫，则是痴痴望着，犹豫着是否该上前。最后可能听懂了兄弟说的话，快过来啊！你就那么喜欢流浪吗？这长期饭票抓住了以后，咱们就不愁吃穿了。兄弟俩最后就这样在所长身边徘徊，迟迟不离去。而回到驻地的所长，实在想不到自己为何会成为天选之人。所长如同每日上班日常，骑上了机车，正打算好好巡视自己负责的辖区，没想到出门不久，竟被一团黑色的小毛球给拦住。定睛一看，嘿，居然是只楚楚可怜的小猫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不断围着它喵喵叫。不远处还有另一只小猫，则是痴痴望着，犹豫着是否该上前。最后可能听懂了兄弟说的话，快过来啊！你就那么喜欢流浪吗？这长期饭票抓住了以后，咱们就不愁吃穿了。兄弟俩最后就这样在所长身边徘徊，迟迟不离去。然而我们林所长也是有 sense 的，知道不能随意碰触这两只小猫，以免沾染到人类气味而被之后遭孩子的母猫所遗弃。但等了许久，迟迟未见到外出找小猫的母猫，看来这两个孩子已被母亲抛弃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一般再平凡不过的巡逻勤务，竟与两只小生命擦出火花。而回到驻地的所长，实在想不到自己为何会成为天选之人。左思右想，最有可能的原因，难道是因为派出所内有只即将临盆的母猫，导致自己身上有猫的气味，吸引了两只小猫的注意吗？就在今年三月间，所长偶然发现时常在派出所后方出没的猫之里，
一只虎斑猫壮士怀有身孕，考量母猫生产与后续结扎等问题，多方咨询后决定购置诱捕笼进行诱捕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总算成功抓住这只怀孕母猫，母猫也在四月中旬平安生下了四只小猫，整个派出所瞬间可谓喵气爆棚。最后，其中一只年纪较长的母牛猫被派出所员警收编带回家照料，四只幼猫则在严格筛选下也找到合适的家庭收养。祝福善良的湖内派出所同仁与可爱的喵星人们未来永远幸福。